众人一进到展间，就忍不住被墙上的作品吸引，拿起手机纷纷拍照。菲律宾佛光山圆通寺画展开幕，这场以月亮为主题的艺术盛会就此展开。其中就有画家从中感受到月亮的神秘和美丽，以秋天为主题进行创作，成功把秋天的凉爽和月亮的温暖感受以作品传递出来。一场以月亮为主题的艺术飨宴在菲律宾佛光山圆通寺盛大开幕，也期盼所有人欣赏时能够感受到生命中永不熄灭的光明与勇气。联合新闻菲律宾苗歌律综合报道。